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研究院的现场啊！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啊，这一节的节目是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那么，我先要请教李洪清先生呢，你最近看到香港的这个局势啊，进一步恶化，王之峰、周庭啊，这个还有另外一位啊，他们被这个禁欲了，这个坐牢了，已经定罪了。但是大家一查那些资料很清楚，就是那个罪名完全是。不能说告限吧，应该说是，也可以说是告限，或者叫欲加之罪。那么还有一个是黎智英先生，黎智英先生现在被指控的罪名，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罪名，但是居然不让他保释在外，而且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些议员开始流亡。你对香港的局势，你应该观察的比较仔细吧？是我一直在关注啊，非常愤怒，非常愤怒。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具体的这个过程，我就不想多说了。刚刚我想就补充一个啊，在过程当中这个内容当中啊，其中一个刚刚您没提到的，就是现在呢是黄之锋还有周庭，这个现在都是特别赫赫有名。当然，另外第三个人叫林朗彦，林朗彦是原来的这个香港众志的这个前任的主席，了不起的小伙子，小胖子啊。但是确实是也是非你常都了见不过他起，们吗？我没见过，我见过我周庭也没见过，我只见过两次黄之锋，因为哦，您他现到在里，跟周庭嘛？他们说周庭现在是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对他没一有，个。我还没有去过香港，他没有哦，到这边来过，对，他没到这边来过，所周以呢，庭这个好像是在日本的名气很大，是吧？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呢？因为周庭呢是这个小姑娘呢，长得呢很像日本人，就是东方人的那个美女嘛。另外一个不呢，是他日在语。讲，他在讲日语，他在讲日语的那个教学，他教日哦。语，教日语，在给小朋友教日语。所以呢，他那个这个，我看过他的宣传片啊，哎呀，讲的就是他是蹦蹦跳跳，又唱又说的，特别可爱。所以呢，他这些东西呢，都在日本呢是非常流行的，这个非常流行的这个广告。所以呢，这个日本人对这个周庭呢印象非常好，所以他被捕。他被宣判在日本都是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这个愤慨，大家呢这个呼声都很高，而且呢这次的这个就是抓他们这三个人判他，我还继续羁押这个黎智英先生啊，这件事情呢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公愤，国际社会呢现在这个美国啊、欧洲啊现在呢都在明确的表示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对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啊，是非常的不满，所以，但是现在呢，应该说呢，这个中央政府呢，现在不为所动，还在继续呢推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想好了，他们现在就是只要你香港不信共，不像说这个到处呢都要去，就挂满了这共产党的党旗啊，挂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啊，然后天天要做这个两个维护啊，维护一尊，维护党中央，如果做不到这个，那。就要把你给彻底干掉，这一点呢，应该说已经非常明确了。所以呢，应该说香港呢，这个可以走的路呢不多，所以才会出现像现在的这个刚刚出现的这个就是议员嘛，民主派的议员，许志峰。许志峰因为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8月中旬的时候被捕过一次，然后呢释放了。现在呢，他呢在利用这个到欧洲去访问的机会呢，然后就留下来了。准备呢，就是流亡，宣布流亡。所以现在我就在这件事情啊，最近我就在一直在想起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可能我不知道彭涛博士是不是看过啊，就是那个叫 Viktor Frankl，这个是个奥地利的心理医生，这个精神和心理这个医生呢，他写的一本书，他叫做《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中国的那个三联书店啊。把它翻译了以后叫《活出意义来》，这是一个很老的一本书，1940几年的。这个 Victor 这个博士呢，他应该呢是这个就是在二战前，他呢一直在这个维也纳呢从事这个心理开心理诊所。后来呢，他呢在二战开始了以后呢，因为他是犹太人，最后他被抓到了奥斯维辛这个集中营，抓到集中营去以后。他亲眼目睹他自己的太太和女儿被纳粹这个士兵放到毒气室去，把他们杀死。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他呢一直，因为他之所以能侥幸活下来，是因为呢他是有这个
非常好的这个心理的这个 physical， 就是这心理这个 therapy 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德国这个纳粹呢，他要用它来给那些受到心理创伤的那些犹太人，那些留下来的活下来的那些人呢，要给他们做心理治疗，然后才能够鼓励他们，让他们继续干活，给他们修这个公路啊，给他们在工厂里干活。所以呢，他侥幸地活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讲，他说面对那样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样的这个艰苦的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哈，结果呢，这个人呢还能够选择，还有这个选择的这个权利，他能够选择生，也能够选择死。所以当排着队的这些人，犹太人啊，一块儿走向前边，这个纳粹的士兵站在面前，拿着手指，往左、往右、往右就直接进这个毒气室，往左就是能够至少能够苟活几天。他说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有很多的人故意的要排这个位置，要想走到右边去，走向毒气室。为什么呢？因为想把那个，因为他是右左右左，他要把那个活下来的机会留给自己的亲人，自己所爱的人。他就讲啊，说在这个时候，那些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他们有这种抉择的能力，我有选择的能力。而在这个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同样是犹太人，同样是被压迫的这些被迫害的人呢，他们为了多吃一点面包，为了能够不被送到毒气室去，他们开始干嘛？他们来帮助纳粹，来屠杀，来鞭打他们的同胞。所以他就当时就想啊，说一个人啊，无论在什么样的一种条件下，他都有一种没有办法被剥夺的权利，就是选择如何去生活。我觉得啊，现在香港其实就是面临这个抉择，就是香港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这个民主和法治了，已经完全失去了民主法治自由的这些东西了。那现在的时候，你又想我们香港如何还能拿回来？如何还能拿回来？那现在你应该怎么去做选择？我想一个像黎智英先生这样的，像黄之锋他们这三个人，他们所选择的那就是留下来继续抗争。而另外一个像刚才说这个许议员，他说我呢要离开这个香港，离开这个大监狱，我呢，但是他已经非常明确表示了，他一生都要为香港的自由打拼，要毕生去奋斗。一样的，这里头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确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就在说啊，离开失去自由的香港，继续为香港奋斗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走向监狱为香港的未来去牺牲更值得称道。所以我觉得啊，这些人呢都是英雄，我一点都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就真的要去尊敬他们。另外呢，我觉得对于那些现在还要去选择去跟这个暴政去同流合污的，去助纣为虐的这些人，他们应该知道他们那些选择其实他们是完全违背他们自己良心的，他们完全违背公义的。这时候就应该告诉他们，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谁看见过这个暴政能够就是长存于世的？我觉得我反正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权。所以在当下的香港人啊，最需要温暖，需要拥抱。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去帮助他们，为他们奔走呼号。所以我觉得我确实是有点语无伦次啊，对不起。我知道你很激动，有时候关心太多了的话呀，你就只有很多的感慨啊，只有很多的啊，这个语无伦次啊。我觉得语无伦次是说明你啊，是陷入在其中啊。即使在去年，我也是很长时间陷入到了这么一点情感。那么今年吧，就有一点开始觉得，好像一切已经啊，这个很难以挽回啊。那么，但是很多人开始流亡啊，但是这些流亡者的这个处境和他最终没发出的这个声音呢，彭德博士，你觉得会跟啊中国出来的那一些民运人士有什么不一样吗？中国出来的民运人士最开始也是有一个热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流亡组织都一样的，都难免会走向一个比较
平淡的日子。你觉得香港的流亡者为的是这样，还是他们有不一样的特质？中国名人是从八九年开始出来，当然开始的时候都很非常群情激愤，而且认为马上中国三年两年五年就会改变，后来几十年都没改变，这个海外名人就等于就是大家只能通过一些什么通过语言啊抗议啊这个什么游说啊等等对当地政府来那个什么进行自己对中国民主化的一些诉求的表达，或者对中国这个国内受迫害的一些这个维权人士进行声援等等。这是我想的话，香港流亡的这批人刚开始同样跟会像我们当年刚出来的时候那一样的处境，开始都是这个比较团结，比较那个什么齐心，而且受到那个当地政府那个当地所在国家政府的那个强力支持，他们会比较有信心，比较就是说行为和言行都比较积极和有创造性。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如果说中国不变，如果香港以后不是香港的问题，香港是中国不变，香港就不可能是有什么变化了，也只能说香港的形势很这个不奇怪，现在香港形势这么恶化下去是大家已经早就预期到的。就是自从那个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就大家知道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么就是说海外我们以后香港的海外名人士我还是这么看会跟我们一样的命运，会有一样的命运。如果说中国还十年二十年不变的话，这个命运是很相近的，非常相近。但是香港跟大陆的个名人又不一样，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起初还比较开放、比较自由和一个政治和环境里边那个出来的，他们有抗争的机会，有发言的机会，至少在这个国安法颁布之前，那么就说他们这个精神状态，他们对那个什么。对香港的那个责任感，对香港的改变，香港的就说他们对香港的认同，因为跟我们不一样呀，我们是个大中国认同，那个跟那个香港人对香港的认同又不一样，估计在这个方面他跟我们有区别，他们就说同样，当然我估计他们一定是希望中国也会中国行为首先要民主化，香港才有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他们是香港人，香港人有香港的这种本土的这种情感，这种情感我们是没有的。我想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可能坚持下去和那个甚至在团结方面，估计比大陆的这批那个什么海外名人士要好一点。我估计啊，对，至少他们的工作能力啊，这个对西方的适应程度是比中国大陆最开始出来的这批学生或者名人是有很大的不同，对吧？另外就是他们最开始他们就比较认识了他们那些同学呀、年轻人呐，或者是议员们呐，他们在香港都已经有比较长时间的活足，不像当年的这个流亡出来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名人是很多都是临时认识的，而且在八九年的时候那么一个短暂的几个月时间的一个革命关系啊，那么后来很明显产生一点冲突。但是我觉得西方的这个香港的流亡者，他们可能会更能够利用西方的这个议会呀、媒体啊、人群团体更迅速地发出声音出来。对对对，我不知道这个罗亮先生你同意吗？我觉得他们发声是没有问题，他们对西方社会，尤其是他们对这些言论自由啊，对这些法律，西方的法律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对各种运作都很熟悉。但是我同意您前面说的话，可能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一页可能要从历史上已经翻下去了。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个香港目前呢，实际上已经在大陆化，就是包括像这个黄之锋等人的被捕，尤其是黎智英先生的被捕，
用的罪名是用他租赁房屋有什么这个合同纠纷，用啊、有什么欺诈，用这个名义来这个来逮捕黎智英先生，而且是不准这个就是保释。那么这种情况就让我们想到了在大陆上经常可见的所谓的这个寻衅滋事啊，什么妨碍公务这种口袋罪，随便就拿过来对公民的生活和人身自由进行禁锢，去镇压异己，迫害这些公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以黎智英先生被捕的情况作为一个标志已经在香港出现。那么这种高压之下，既希望与香港同胞他们能够还有什么这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或者有效的这个阻止共产党去这个毒化香港的这种行为，我觉得这种希望是不太现实的。你香港700万人已经用尽了他们的力量，他不可能跟这个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国家机器去相对抗，而且尤其是在这个习近平主席已经下定决心要把香港这个反共的桥头堡，或者说是传播西方自由价值的这么一个阵地把它拿掉的时候，那么香港人的奴隶我觉得在这里边已经很难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作用。同时因为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弹丸之地，现在中国和世界自由世界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对峙的关系才是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大象打架，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小的地方吧，那么就很难会引起全世界进一步的或者日复一日的关注，这种情况我想会这个慢慢的淡化下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就是基本上包括像美国也好啊，包括像英国也好，还有其他西方的主要国家，像澳大利亚也好，其他的欧洲国家，他们已经几乎用尽了他们目前除了战争手段以外的这个所有的方法，那么目前都不能使这个中国共产党，都不能使习近平主席啊改变他的想法，给这个香港一个出路，为香港这么一个在历史上在文化上都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地方去留下一条生路。那么其他这些国家我想他们的作为也是极其有限的，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当然仅仅靠这个香港流亡车的海外移民是这个他们的奋斗和他们的努力改变香港当然是不大可能的，这个是大家可以大家估计有了共识吧。但是关键是有不同的地方，就刚才和平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他们这帮海外民流亡的人是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对海外过八九年出来这帮人有什么区别，是有很大区别。因为刚才鲁南先生也谈到他们对民主西方国家的民主的这个制度下面的一些操作和这个理念等等都比我们熟悉，比我们当年出来这帮人要熟悉的多，而且这个什么他们也会操作，而且在议会里边有个实践，就是他们对跟就是说在欧跟欧洲议会欧洲国家各国国家的这个合作和这个什么这个联系的话，他们这些运作方式比我们要熟悉，而且他们之间我认为啊，他们之间由于是香港人，由于对香港的这种情感很深，而且这种他们在香港的体验也非常非常的那个什么有一种共同的命运感，他们我认为我想的话比我们更团结一些，至少在一定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内，不管香港怎么样以后发展怎么样，不管时间有多长，我想的话他们比我们就还八九年来的人估计要有成，至少在压力上的施加压力上，在对中国对香港这个就是舆论影响上都比我们要应该我想的话他们要做得好，做得专业一些。咱这个英国啊传来的消息啊，现在每分钟发出了5本的这个海外的啊这个公民的护照。那么有了这个护照以后，你在英国居住5年啊之后第6年啊，你就可以申请呢入籍这个英国公民。但是虽然有这么多人办这个证件，那么我的香港朋友好像也没几个真要去的。而且今天陶杰先生在这个参加我们节目中间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真正要走的人啊并不多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听陶杰先生怎么说，谢谢。
我就向您请教了。刚刚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请教您香港问题了，就是说每一分钟有五本这个 BNO 的护照发出去，那不就是给你们香港人的吗？这个呢，变成了舒特拉的名单，或者是好像弄得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中华民国什么驻欧洲哪个国家的领事是给犹太人呢、发通行证这种的、我想感觉不是太好。这是英国方面放出来的消息啊，这英国人这种放置消息你不能尽信啊，有的事情呢是在外交，有的事情也是外交辞令居多啊。据我所知换领 BNO 的是为数不少的。但是你拿了 BNO 以后决定抛弃啊，抛开香港的这个这条根，真的要移民到英国，这个数目没有大的增长。没有增长。据我所知，没有，没有，不，很多香港人想拿回或者是续期那本 BNO， 那是很多，这确实真的。但是拿到 BNO 以后决定离开香港到英国定居买房子或者什么的，这个数字根据我的消息到目前为止没有跟同去年同期啊，跟前年呢、没有什么增加，还没有。为什么？就是香港啊人觉得还是香港生活好啊，那么有宵夜吃，有大排长，对不对？那个英国吃讲最难吃的东西啊，生活不适应。您不是之前也介绍过吗？像英国的气候你们香港人很不喜欢吗？我这介绍英国我很实事求是的，我不会跟香港同胞说这英国是天堂的。我跟你聊， 你如果住在这个英国曼切斯特，好，你可以马上海阔天空啊，你坐半小时这个火车可以到利物浦，而且呢坐两个小时这个火车可以到那个英国的湖区，对不对？啊，这个曼切斯特旁边呢，四周啊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也有米芝莲餐厅什么。但是英国呢，它毕竟不是香港，啊，世界上有哪一个城市像香港啊？这个你可以炒卖房子赚的钱一个子儿都不用交税，而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好像香港遗产税啊就等于零？哪个地方好像香港这个医疗制度，我想比加拿大、美国啊都好，是不是？嗯、啊，肯定比美国好。这都是第一，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是英国殖民地政府超过一百年，五十年留给香港的遗产。这第二，也就是邓小平、江泽民等同志决定在香港保留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啊，这个高度自治22年的这个共同这个结晶，共同的这个贡献，是不是？那你英国人留下来也得到中共啊肯保留才行，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呢，慢慢很多人要快要离开香港的时候啊，才会觉得这个香港这个地方是舍不得的，啊，就是好像就一句话，树欲动而风不息呀、啊，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在啊！香港欲移民呢、你才知道这个东方之珠啊是光芒万丈。所以这里头可能有的人啊，最近是有一点的感情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呢，当然房地产还涨了是吧？房地产，香港房地产有的地方是涨了啊，有的地方确实是有人抛售啊，但是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波动。没有什么波动啊，所以这个拜登胜选呢，对于香港人来说是百感交集的，啊，我也明白有的年轻人非常希望特朗普啊能够当选，对不对？但是呢，我就跟这些年轻人说啊，你即便有这么主观的愿望啊，但是也要听听啊这个中国这个网民呢、一些更有智慧的看法。就是说拜登上台也是会反共的，也是会什么围堵中国的，所以你们不要悲观，不要失望，以为啊这个川普啊这个
把这个川普当亲爹啊，川普败选的就好像你亲爹死了一样，是不是啊？这个也不用这么哭哭啼啼，因为现在拜登呢，说实在他这个对华政策这个具体细节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他已经任命了一个叫亚洲事务沙皇，亚洲事务沙皇，对，就是说不是还没有最后，哎，这个对中国不是个好兆头，因为他委任的一个叫克里前国务卿啊，去抓这个叫全球气候这个协议，克里是这个这个气候沙皇啊，证明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但是你弄一个什么叫亚洲事务沙皇呢？亚洲事务，亚洲有个屁事务，说来说去不就中国事务吗？啊，所以这个呢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呢一切呢我们在这么远呢看不清楚，有时候你要等他这个迹象啊，这个有的具体啊能够浮现出来啊，才能够下一个结论。但是呢我也明白过去三个月不仅是香港，全世界啊，包括是美国也是这样啊，都已经是彻底的撕裂跟分化，各走极端，这不是太好的啊。连本人呢，不过有时候看新闻呢好像撕裂得很厉害，但是我是生活在红区啊，我生活在红区，我周围的人都是共和党人，朋友也是共和党人为主啊，那么这个我也没看觉得很撕裂啊，我也没觉得歧视中国人啊，也没觉得天天在打和闹啊，我们整个一个镇都是红区啊，所以媒体有时候确实给人的感觉美国撕裂得很厉害。不过我们还是回到香港，香港倒是使我们很担忧，黄之锋进去了，周庭进去了，现在黎智英也进去了，而且我们最担心的是黎智英已经70多岁了，听说判的刑有可能会比较重啊，有这种说法吗？黎智英呢，他现在把他关进去的理由啊，是他的那个一传媒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重要的一个罪名，就是说他的这个公司违反了他在这个购买这个土地的一些条款啊，你购买这个土地啊是规定要你作为这个科学研究的用途啊，但是呢他让这个顾问公司啊进了这个物业以后啊，搞一些跟这个土地契约这个条款不同的活动啊，这一点破事其实最多只能说是犯错，不能说是犯罪，更不能说把它当作这种滔天罪行来审判啊，但是现在把它作为一个委任的一个国安法的这个法官呢、来处理，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在这方面是一国一制的，不是一国两制的，是不是？我们担心的是他这个罪行即算是定罪啊，会不会很严重啊？为什么就不给他保释啊？如果按照您刚才的说法，这个就是把叫整理吧。这条罪即使成立啊，最多是几个月，甚至按以前香港普通法的环境呢，最多是罚款，绝对不会坐牢，我认为。但是就等于任志强现在抓你这些什么走私啊、逃税，许章润就说你嫖娼，抓到这些生活上或者是经济上的小事情以后就把你这条罪名放大或者作为焦点啊，是这个。这个黎智英现在这个罪名已经像新疆姑娘的小鞭子啊，随便就抓一大把啊，除了这个国安法保释候查，还有他这个什么参加或者是组织这个非法集会，这些还没开审，但是等不及了，首先找一条违反租约或者违反什么土地契约的这个，然后就是说你用这个顾问公司占了便宜这个价值是差不多2000万港币，就等于欺诈啊，这一点是很可笑的事情啊，但是就是要控方把提出啊这个
真正提审是明年四月，这个不是法庭排期的，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故意要把这个真正提审的这个日期压后，他说因为警方要慢慢查啊，所以这个里头就坏心眼，他是故意的，就让你去这个再去看守所里头啊，就故意折腾啊。当然这个黎智英呢，我想以他的这个性格啊，他无所谓啊，他已经他接受这个，他坐牢以前不久，进去以前不久还连线跟这个以色列前副总理啊啊来做一个访谈，他说他已经有心理准备终身监禁啊，他准备做一个殉道者，所以民间包括大陆网民有很多人私下说，这个黎智英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主张，到底还是一条汉子啊，有人这么想啊，对他是相当称许的啊。嗯，那您觉得有还有几个罪加在一起，未来会不会真的会把他判比较重？我想呢，这个意思以我们香港的一些惯例呢，就是到四月审的时候啊，啊就给你判个半年，然后呢你进去呢是像大陆坐牢一样，在这个看守所里头是可以检扣的，然后就说还有啊半个月就可以放出来，但是在四月以前肯定有新的罪名加控的啊，让你一条罪做完以后出来再加下一条罪，他不会同期执行的，现在每一条罪来分期执行，下一条罪可能就是这个非法集会，然后呢这更厉害的国安法再一步步的来，所以啊在从这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黎智英恐怕是凶多吉少的。嗯，那讲到周庭呢，讲到这个黄之锋他们被判刑以后啊，很多年轻人都是拍了个囚车啊，不知道是那个囚车里面是不是关的他们，但是那个场景那个视频啊，在海外流传以后，使很多人看的都就是很感动啊，这样的年轻的孩子。黄之锋已经坐了好几次牢了，对吧？坐了一次，那么、这个、坐过一次。对啊、这个是不是黄之锋两次了吧？现在第三次了吧？这一次是判的最长的，13个半月啊。就指控他呢，就是是不是7月21号啊？那个对，包围警署啊，是不是7月21号包围警署、啊？那个那天晚上有几千人。实际上包围警署啊是没有人呼吁的，是这个在网络上那些人自己啊发起要去的，那发起要去以后呢，黄之锋看到了就到场用这个喇叭跟他们喊了几句口号以后，还劝他们快跑啊，不要再这个坚持下去了，应该离开，结果呢就被现场的这些年轻人喝倒彩，因为第二天大公报还说这个黄之锋自讨没趣，以为呢到了这个没有大台的这个示威场合想当领袖，结果被人喝倒彩碰了一鼻子灰，是吧？但是这个律政司跟法官呢不考虑这些白纸黑字的报道，就说黄之锋是组织那一天包围警署的行动，那这个显然是与事实不符啊。但是所以呢，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政治的啊一个判处。当然你这个组织非法集会啊，是参加非法集会最高刑期啊是3年。那个女法官叫王思丽。他说我只取一个中位数，只判他这个13个半月不算太重啊，而且他是一个极犯，是不是？那周庭第一次而且还认罪，而且只不过是在现场啊也喊了几句口号，那么也判10个月，那这个明显是过重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引起国际社会很大的关注，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是不符合人道精神的，是吧？但是现在你讲这些没有用啊，我说在这方面已经是一国一制了，
啊，他心里明白，他当然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律政是当然知道，这心里这是硬来的啊，他心里明白，但是啊，就是要这么办啊，这是林郑月娥跟郑若骅两个人的政治任务嘛，是吗？现在还有这个香港的前议员啦，或者是前政治人物啊，就是流亡海外啊，原来只想到中国民运的流亡者，现在没有想到变成香港人流亡者。您觉得这些流亡者在国际社会他们的角色是跟中国的民运是一样的，在后面慢慢沉寂下去，还是香港的流亡者可能角色不一样，他们会在国际社会啊，要求对香港问题发出更大的声音？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啊，或者很多人跑到英国啊，确实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影响力的啊，是吧？而且现在这个许志峰，他其实犯的罪，这个被控的罪名很小，就是在立法会里头进行肢体语言的冲击，就是什么台湾的那些，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呢，也把他控告得很重。啊，保释，但是没有没收护照，结果他就趁保释的时候就给溜了，先到丹麦，然后去这个英国，是不是？啊，今天这个保安局措辞严厉，发表一个非常的凶恶的声明，就强烈谴责啦，什么是血怒啦，什么不负责任，哎呀，这些都是政治的表态，是不是？